好的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第一届我们福德政神杯哈，那个我们的社青组的决赛的现场。首先，我们就要邀请第一号的参赛者蔡叶素云小姐了哈，带来这一首歌是江蕙的歌《心永秋啊》来，掌声欢迎。 主持人、介绍师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。 我快乐的心花朵，永远不会变。幸福，不难过的存款的转动，一点一滴，路路铁路，如今心跳如响。